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是一个 general highlight， 不能算是法律的咨询 ，not legal advice。可是我们会给大家一个 good idea starting point， 就是雇主所需要知道的一些general 的 information。那我们讲这个AB5 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这个劳工法的差别在哪里。那联邦政府的劳工法呢，是每一个州都是要遵守的法律，这是基本。那每个州呢，有利他们自己劳工法的权利。像加州，像联邦政府的这个overtime 加班的法律说，每个员工工作超过40个小时要给加班费。那加州的法律呢，会更严格。加州的法律说，不但是超过40个小时，每个员工工作超过8个小时，每一天也要给加班费。所以这就是加州政府的劳工法比联邦政府的劳工法更严格的一个例子。那加州的劳工法呢，是全美国最像于这个员工的法劳工法。加州的劳工法呢，劳工的诉讼是非常普遍的一个lawsuit， 在我们洛杉矶县，1/4的民事案件都是劳工法。所以劳工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法律。我们讲这个 AB5 之前呢，大家先要了解一下这个AB5 之前独立工人的规定是什么。AB5 是这个1月1号生效的嘛？那 AB5 之前有单独的一个法律控制这个独立工人。独立工人的这个法律呢，先要看谁在问这个问题，是联邦税务局在问，是加州税务局在问，还是法官在问，还是这个员工告雇主的时候在问。最重要的一点，法院会看的是雇主跟这个工人的控制权利，就是说雇主老板控制这个工人有多么多的控制权利。2018年之前，全加州的这个独立工人的法律叫 Barello Test， 这是1989年加州最高法院立的这个规定，他会看很多因素，那最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对工人的这个控制权。法官也会看这个员工做的工作是不是跟雇主同样的工作，雇主有没有给这个工人员工的这些工制，员工有没有管理他自己这个企业的权利，这个工人给这个雇主工作多久，是没有限制的，是一个月的，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因素。雇主怎么给这个工人钱，是支票，是这个 cash， 还是怎么样？最后会考虑的是这个雇主和工人有没有一个独立工人的协议。那一个非常 common 的这个独立工人呢，就是 accounting service， 是一个 example。像你是个 IT 公司，你需要一个外面的会计部门来帮你，这是一种独立工人。可是呢，2018年的时候，加州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新的案例，叫 Dynamics West。这个案例呢，给我们今天的 ABC test。ABC test 呢，分三段。第一，它也是看雇主跟这个工人控制权利在谁那里。OK， 这是 A。第二呢 ，B， 法院会看这个工人做的工作，是不是这个雇主的生意范围之内。像如果这个雇主是一个油漆公司，给房东这个做油漆工作，今天他的这个工人病了，他想临时请一个独立工人来帮他油漆，这个工人做的工作就是这个雇主这个油漆公司的这个 business 生意，他的生意就是给人家油漆，这个工人做的工作也是油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雇主就没有达到这个 B 的要求，工人做的工作是这个雇主的这个工作范围之内，这个要求呢是雇主最难达到的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是这个工人做的工作是这个周围已经现有的一种生意，像会计，
洛杉矶市是不是有很多单独的会计公司，那这个第 C 的要求就是很容易达到。那这个新的 ABC test 呢，跟以前的那个 Borrello test 差别在哪里呢？ Borrello test 呢是看很多因素，你不需要达到每一个因素，可是这个 ABC test 雇主有责任达到 ABC 每个因素都要达到。然后任何一个工人给雇主工作的时候，法院会先认为这个工人是雇主的 employee 员工，有是雇主的责任去证明给法院这个工人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工人的权利呢，他是不能就是说给你签个合约去放弃的，所以不管你跟这个工人签什么合约，法院最后还是要看雇主跟工人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是什么，要看这个 ABC test。 那 AB5 做了些什么呢？ AB5 呢把这个 Dynamics West 的 ABC test 放成这个加州政府的法律，从18年到19年 ABC test 只是用在工资这个问题上，从这个今年的1月1号开始，加州政府任何时候考虑这个工人是1099还是 W2 都会看这个 ABC test。 所以他们看这个雇主有没有给这个工人付交税，有没有给这个工人交这个这个 unemployment tax， 这个雇主有没有给这个工人这个 overtime 加班费，最低工资都要看这个 ABC test。 那这个 ABC test 呢受到很多不同的豁免，很多行业受到 ABC 的这个豁免，这个行业呢好几十个不同的受到 ABC 的豁免，包括律师，engineers 工程师，会计师，医生，牙科，保险 agent， 很多不同的行业受到这个豁免。然后每一个行业受到豁免的行业还有它单独的严格的要求，可是大概来说呢，受到豁免的行业这些员工也要去看以前的 Borrello test， 所以不是说你受到豁免你就谁都可以当这个独立工人。 OK， 那如果雇主把这个独立工人弄错了，他可能请了 you know, 几个这个工人应该是 W2， 因为省钱他把他们当成1099工人，那后果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后果是这个工人的像他的最低工资没有给他需要赔，员工的这个 overtime 加班费没有给，吃饭时间没有给，每一天没有给吃饭时间是一个小时的罚款，所以可以工人可以往后看四年总共欠这个工人的钱，这四年加起来加上利息是有可能蛮多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是工人告雇主，因为这个这种劳工法的案件的时候呢，员工可以要到他们全部的律师费，雇主不可以。所以就是虽然雇主可能欠一个员工20000块钱的工资，因为他把这个1099弄错了，可是最后员工的律师费可能是100000块打完官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考虑呢是集体诉讼，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听到过集体诉讼。集体诉讼是在加州劳工法里面非常普遍的一种案件，你在加州只需要一个代表人当这个 集体的代表人就可以。那通常呢这个集体诉讼是因为雇主的这个 policies 政策有问题， OK， 雇主这个可能是一个 graphic design company，他的每一年他的 graphic designer 都是1099，四年之内他可能有这个20个、30个1099工人，那这一个员工可以代表全部30个这个1099工人，如果雇主的政策有问题的话，那他代表全部的这些工人以后呢，每一个工人的这个损失最低工资加班费这些都会加在一起，然后集体诉讼的律师费也会很高，所以很多集体诉讼会好几十万几百万的代价。
那我们怎么避免集体诉讼呢？那雇主应该每一年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要修改，因为每一年加州都有新的劳工法。雇主也应该考虑这个仲裁协议 arbitration agreement。 通过仲裁协议，我们可以避免很多不同的这个集体诉讼。